安徽歙县加大农机物资的调配力度，做好农机零配件、油料等物资供应，保障春耕生产。在歙县城区的一家农机销售门市内，采茶机、微耕机、拖拉机等农机具整齐停放。老百姓打电话来，他要购买那个微耕机啊，他想赶紧开来了，他要耕地嘞。现在他们做玉米嘞，每天都有用户来购买，这几天一天都一到两台微耕机。歙县桂林村的谢作旺有七八亩地，主要种玉米、水稻等农作物。近几年，他陆续添置了三四台大大小小各类机械。谢作旺说，现在农业机械化耕作大大的减轻了劳作强度，又省力又省心。这个机子性能挺好的，又能打旱地，又能打水田，又能开沟。我们家里有四五亩玉米地，我准备回去现在就开始用了。